吓到尿尿了，我有这么丑吗？连狗都怕。罗志祥、小猪近日化身成女装包妹角色朱碧石，因为搞笑的形象深受许多观众喜爱，更模仿 Lisa 风格推出洗脑神曲《买冬瓜》，光是 MV 就飙到349万点阅。八日，罗志祥更以朱碧石身份代言香氛记者会。昨日，罗志祥在 IG 分享一支短片，配文写：“来看看 Yuki 爱犬。”第一次看到碧石的反应，只见影片中罗志祥变身成朱碧石，穿上蓝色洋装，戴上假发呼叫 Yuki， 不料 Yuki 看到罗志祥就狂吠不止，甚至当场尿在地板上，让罗志祥为此大呼：“我有这么丑吗？连狗都怕。”所幸最后 Yuki 靠着闻味道，发现朱碧石就是自己的主人罗志祥。影片曝光让不少网友笑翻，表示这个反应太真实了，吓到原地闪尿，要带去收精了。狗狗表示现在还没七月啊。